咦，三个铁桶浆？嘿，根据我玩了114、514个创意庭院关，这一关肯定会暗藏乾坤。大嘴，可以试试我的吗？按着巴拉巴拉巴拉，你会发现新的奥秘。狗头，看见没？这个狗头就说明了这关不简单。啊，对对对，四阶仙头。哟，辅助植物呀，我就知道这关有问题。三阶冰冻生菜。嗯，三阶冰冻生菜不是会发射冰粒吗？难道这关是要我们用冰冻生菜杀铁桶僵尸？老大好像是这样的。你干嘛？哎呦，还有三阶滴水冰莲。哎，滴水冰莲还能把僵尸冻住？那这样就简单啦，前面种上仙桃和滴水冰莲，后面就是生菜射手，这个就叫辅助无敌阵法，辅助植物杀僵尸。厉不厉害，你空哥？到这一关，大嘴大嘴，从你玩花园战争时就开始关注了，能不能玩完我的关卡呀？按着巴拉巴拉巴拉，谢谢。还是我的114、514年的铁粉丝呢？啊！第一眼以为很难，但是看我如何速通啦！僵尸是这六个：先上坤坤骗生菜，再用火把破电流促力，这里有竹笋和路灯花，那就用机甲橄榄球推了第二路。至于1345路，宽宽冲啦！老大，你这个小黑子。